带大家去吃超脆的脆肉丸，不是一般的脆肉，之前好脆哦，还有皮脆肉嫩的中山乳鸽啊！继续为观众争取福利，只要你话睇咗 K 货迦南嘅视频过嚟，即刻送多碟麦丸双拼俾你。睇片之前记得订阅我嘅 YouTube channel 先啊！睇完留埋言俾我啦，叫做 K 货迦南。中意食脆肉丸嘅你，一定要识得呢间餐厅，叫做脆先生。成日睇餐厅环境，不如睇下餐厅厨房啦。我有要求入厨房成功咗，呢个厨房咧系好森严啊，每一个人入去咧都要笠翻个顶帽啦，戴翻个口罩咁样嘅，卫生做得非常之好。我入咗咁多个厨房咧，呢个系第一个，而且你睇到啦，成个厨房行入去影晒俾你睇都唔怕，因为真系好干净，冇得呃人嘅呢个。老板话佢哋嘅脆肉丸鱼咧，全部都系用五桂山山泉水去养嘅，所以就食落去完全冇腥味啦，同埋口感系劲脆。我真系入嚟厨房捣乱啊，搞到几位哥哥成身都湿晒。他不配合呀！集合，集合。第三点是用手吗？不是，没有，然后拿了吗？要不拿这个嘛，拿这个。我就拿了吗？要用手，手拿不起。你都不给面子了。再来一次，你上好了 ，OK 了 ，OK 了 ，OK， 你不放他两下呀？放他两下，被动才是新鲜啊！哈哈哈可以了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哋今日呢一个咧系大众点评嘅套餐嚟嘅，有四款嘅锅底可以拣啦，我就拣咗一个纯水啊。呢支水都系大有来头，佢系一个长寿巴马水锅底啊！老板话最推介呢个锅，佢话咧用呢个水嚟煮嗰啲脆肉丸咧系会再脆啲噶，所以我一定要试。咁佢咧系用咗两支半嘅水啦，然之后佢好谨慎噶，佢咧攞个封条封住个锅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Miu， 今日同大家嚟到脆先生呢度最出名咧，就系食脆肉丸。头先已经入厨房嗰度咧，影过俾大家睇，好新鲜。如果你好中意食脆肉丸嘅话咧，呢间铺头系唔可以错过。饮啖嘢先，呢杯叫做老盐柠檬，哇，咸柠水咁样，应该喉咙痛 OK 嘅。呢个系黑毛肚，超大块，咁大块，应该系好爽。平时咧切得太幼咧，又另一个口感啊。啊，录两个先，块块都系超厚切，超阔啊。跟住唔知点解深圳啲生蚝全部都系咁大嘅，成只手咁大喎，咁大只生蚝。好，就系落两只啦。佢本身咧已經幫你切開咗嗰、那個嗰粒嘢，咁所以你咧一嘬就可以將佢嘬咗落去。哇！好，然後當然我哋嘅主角呢、這個脆肉丸，我希望唔會太煙霧瀰漫啊！好大煙啊，打邊爐真係好難拍嘅火鍋。看看真是透光的，好薄好薄，同埋佢咁睇咧都是超靚，好像玩具咁啊靚到。頭先入去廚房看過咧，係好生猛的鰻魚，好大條。錄多幾個一次過，等佢熟的時候試下個乳鴿先。啲乳鴿好得意喎，有個百香果汁喺隔離，咁啊四件乳鴿，四杯百香果汁，係咪就咁飲我都唔知，定係攞嚟點嘅定攞嚟飲啊？呢個好飲喎，乾咗佢呢個，嗯，哇新鮮百香果汁唔酸嘅喎。
我應該冇飲錯過係百香果嚟嘅。哇、哦，好厚喎、啊！手套咁厚啊！我好中意食乳鴿，我中意食個髀嘅，正唔客氣啊！睇下先，我呢度有啲辣椒粉啊，唔敢掂。炸乳鴿嚟講，呢就算好大醬，好食喎！其實乳鴿好少會唔好食噶，好正呢個，我自己可以食曬一隻啊！但係你哋都知道生緊啲咩，我唔講。冇嗰樣嘢，就飲住露鹽檸檬先。我脆肉玩差唔多，我開咗最慢火，因為咧，如果我哋一路拍咧，開到勁大火咧，我成塊面就會冇曬，成塊面就會遮住曬俾啲蒸氣。咁撩佢咧，都 feel 到係脆啊！脆肉丸平時咧切到好厚好脆肉正噶嘛，好少就會切到咁薄咯。我好期待佢真係脆嘅，好中意食脆肉丸，冇攞調味料添啊，唔使啊，就咁食。哇、哦，真係脆喎！哇、哦，唔係一般嘅脆喎。之前好脆喎、啊，食到咁薄都咁脆嘅，仲要完全冇腥味，我都唔記得咗去攞豉油，完全冇腥味喎，好甜啊！哇，食多兩口，好食喎、啊！呢、這個真係魚片咧，平時一食落去就有啲幼骨啦、啊。個刀工好好，個師傅食多嚿試下，同埋佢真係脆，切到咁薄都係脆嘅。唔知收唔收到音，好脆啊！唔知咪我咬嘢收唔收到？五點醬汁都要食三嚿，一啲有骨都冇啊！牛肉，我試下個蠔，好滑，其實睇個樣子都知好食啦，依、這個，但係仲要睇埋佢會唔會有嗰啲渣啊，有冇啲沙粒啊、啲殼咁樣嘅，我好憎食。蠔咧食到嗰啲蠔殼啊！哇，好肥啊！可能我慢火煮咧，好甜，好鮮甜。我試下頭先嗰個毛肚，我打邊爐好啊！打邊爐佢仲有呢個湯底咧係純水啊，真係要純水先食到佢嗰個鮮味。鹿丸都仲有咁大塊嘅。我唔怪之佢咁大膽可以咁切到咁大塊啊！好脆啊！如果平時啲牛排葉咧切得太闊咧，你係咬唔到，會攣翻出嚟成嚿嘢，好硬嘅。但係呢個得喎，食到啦。脆肉丸公仔面啊！如果可以加蛋嘅話，我想加隻生蛋撈埋佢。哇，肯定係超正，再加少少豉油，加啲葱，跟住撈埋出前一定正。嗯，好食喎呢餐 ，OK 喎，真係暫時喺第二度未食到係切得咁薄又咁脆，同埋係好乾淨啦佢。一啲鱗啊，一啲骨都冇，刀工好犀利。因為另外側邊咧，就整一啲白胡椒啊，或者一啲海鹽啊，俾你自己擰落去。個鍋底係純水嚟嘅，唔係個個都接受到嘅。咁你可以自己加翻少少。收藏打卡送桂花木瓜羹喎、哦。咁大家嚟呢度大眾點評，幫佢打埋卡，食埋糖水。
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大众点评睇翻啲套餐啦。我哋今日呢一个咧系298蚊嘅套餐，其实佢个锅底咧系四选一嘅，有啲五子毛桃嘅汤啦。但我都强烈建议跟翻我一样，用呢个纯水嘅锅去食。另外记住啦，今集嘅优惠啊，只要你同佢讲咧睇 K 货加男嘅视频过嚟，即刻送你呢一个纯手工墨鱼丸双拼。而且不设最低消费，只要你嚟铺头食嘢讲话睇我视频咧，就送俾你噶啦。讲翻前往路线啦，餐厅系位于一方天地嘅 A 区，大家都好熟悉噶啦。呢个商场系位于三楼，出咗电梯之后咧，转左手边直行两个铺位咧，就会见到呢一间店铺叫做翠先生。如果想搭地铁过嚟，福田口岸搭四号线去到龙华站 A 出口落车。请你哋继续订阅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仲有好多好多好多间餐厅介绍俾你噶。我嘅频道叫做 K4加南，下次见，拜拜。